乳腺及淋巴肿块案例。我今年55岁，多年前我左胸有一个核桃大小的硬块，没去管它也不痛。2018年10月，因身心压力，感觉左后背和左胸开始疼痛。我2018年6月学了原始点，很相信原始点理论，决定使用原始点调理，但因工作繁忙，没有做得很到位，结果越来越严重。2019年3月，左胸乳房和淋巴全部都是硬块，又大又硬。有一些部位已经胀得又红又亮，疼痛难忍，后背持续剧痛，带动手臂疼痛，拇指和食指疼痛发麻，无法弯曲。直到3月底与培训课程时介绍如何使用姜粉泥，4月4日开始，志工们开始用姜粉泥为我按推，家人也配合，每天姜粉泥按推1至2次，24小时温敷，温热饮食，坚持运动。5月2号用姜粉泥按推近1个月，效果非常好，疼痛减轻很多，食欲增加，晚上不那么疼痛难忍了，所以睡眠也逐渐好了起来，体能也大增。几周不见我的患者或志工，在见到我时都说我气色和精神看起来好了很多，不想生病。我现在是信心满满，希望早日战胜疾病。在此与大家分享，希望那些有乳腺问题的朋友也用原始点调理，早日找回健康。感恩张医师研发原始点，感恩各位爱心志工无私奉献，在原始点的大家庭让我感受到无限的爱和温暖。前后1个月比对，处理前，处理后。